你是小孩王吗？我曾经是。哦，我曾经啊，曾经是哦，因为我妈妈当过保姆，嗯，对，当然就是因为有一些家长真的很繁忙，需要保姆。其实我们在助养的时候，我们就像某个程度他们的保姆一样。对，那我小时候其实算蛮会动弄小孩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姐姐现在有两个小孩，我发现我可以动弄他们，但是大概两分钟吧，真的好弱，对，很喜欢黏我。我就跟我妈说，妈咪一直就是要把他带走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既然这个两位亲子的认养人都来到现场，助养人来到现场，我们就要来考验一下神明妈咪带小孩的功力怎么样。我们呢就要让这个，哎，是男宝宝先来还是女宝宝？今天好，女宝宝 Mango 来一下。好，神明，我给你三道任务。第一道任务，你先喂小 Mango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哇 ，Mango 崩溃了。啊，姐姐，漂亮姐姐 ，Mango 先，你先喂 Mango 吃东西。刚刚私底下跟我玩得很开心。对呀、啊，可能上来人多会有点怕生啊。你喂他吃东西，帮他有些余量情节之类的。哦，对，他可能想说，哎，这是我的舞台。哎呦，真的吗？你的舞台。所以陈琳三道好题一，哎呦，哎，这是哪一招啊？这是，来一起出。哦，好可爱，真的也啊。啊，妈妈，哦，哎，他不大，他不小气耶。Mango 整个很大方哎。好，来，那你，哎，他不吃，哎，他喜欢喂人，他喜欢，他喜欢给，对，他喜欢给的感觉，所以他才会那个啊，立刻成为助养人啊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关呢是你喂他就失败，反而被喂，好，那这也 OK， 也算过关。第二关，杨丞琳要请，哎 ，Mango 妈妈，孩子可以先坐下来吗？他 OK 吗？他不要哦。真的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会催眠他，你带上妈妈的啊。他不要。哎，那还是弟弟，弟弟还可以吗？啊，那个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弟弟吗？但是这位他是女生的，年纪会超越，小孩子性别可以超越。好，来了，弟弟，弟弟会哭，因为他比较粉红色。学龄弟弟，学龄弟弟，哦，好，弟弟感觉很不错哦，现在还傻傻的，很坏。那陈琳姐姐，陈琳妈咪啦。等你妈咪帮这个学龄弟弟穿一下啊，哎呀，好牺牲的妈咪，好，后宫，对，你帮他做，哎，对，有一种女王式的也是很拉风，好，哎，一人穿一边嘛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真的很会帮小孩，真的，尿布可以，衣服我不行，我们这边有尿布哎，好。哦，所以穿衣服你觉得比较困难，难度指数比那个尿布高。这样最难是什么？是鞋子，穿鞋子啊。我帮孩子穿过鞋子，有鞋带的鞋子，他的脚一直踢，一直踢，一直踢啊。哦，没办法。哦，没办法，没办法驾驭。我跟你讲，男生就是要这样，超主神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帅啊，气势凌人，这个算是过关了吧？很像他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样勉勉强强算你低空飞过了。那最后玩具跟他玩一下，互动一下。我觉得他不想跟我玩呢、欸。真的吗？吸引他注意力，有啊，这个你的，这个你的，但是也是女生的东西。啊，他看他出神了。哎，救命救命！哦，哎，不要，不要不要，哦，不要不要、哦、不要，不要还是陈琳可以趁机强暴他。哎，那不要，趁机给他抱起来，这样拍一下照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哎，那我们偷偷的，来，我帮你拿下麦克风，趁机偷偷，对，还是换来，还是换，抱一个小孩嘛，也算是陈琳今天三道功课，也算是 OK。哎呦 ，Mango 比较怕生，不好意思哦，先啊，好，来，换，马上换啊，马上换，来，哎呦，都。直接给他用强的，啊，哭了我们再安抚他。大家捕捉这个瞬间哦，因为可能稍纵即逝哦。啊，要不你抱我好了吧？他的意思不要，我真的不敢挑战小孩，小孩不要就是不要。真的啦，那个也不能够给他们用硬的啦吼。真的，我应该包姐小孩带来，他们好爱抱我。真的哦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下次我们就是把姐姐小孩带来好了。六年其实我很
羡慕这样的小孩，嗯，因为就是真的小孩自己黏自己的爸爸妈妈，那个感觉很好，很棒啊，就是说什么怎样然后的感觉，对。